台媒报道，林志玲与老公阿 Q 将于17日于她的父母故乡台南市立美术馆艺馆补办婚礼，她今16日下午勾着老公现身，看起来相当的甜蜜，闪瞎民众。据悉，两个人现在这里的婚礼仪式是彩排，而这里也与父母吴慈美有些渊源。林志玲盘着卷发，一身米白色的洋装，腰上系着咖啡色皮带，而黑泽良平则梳着招牌式油头，一身米白色的衬衫。新人先是对视甜笑，再勾手互动，两口子不时与摄影讨论拍摄画面，心情十分愉快。二人又分别给长辈敬茶，林志玲微微弯下身子示意长辈，现场有多名工作人员教导新人如何奉茶。林志玲表情羞涩腼腆，黑泽良平也十分紧张，不时整理服装仪容。林志玲婚礼于17日下午在双花亭日式甜点店举行婚礼仪式，晚间在台南美术馆艺馆，听动建设中庭及回廊举办晚宴。